如今，我们已经在居家办公或者安全居家的新常态中度过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了。许多人正在利用这段特殊时期从事一些工作以外的新鲜事情。虽然目前保持社交距离的政策还没办法让大家亲自到现场学习一门新厨艺或者到课堂中上课，但互联网的在线课程却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选择。今天我们就为您推荐三个不出家门就可以武装头脑提升自己的课程，来一起存储知识的力量吧。 Babbel， 享受新语言的学习快感。虽然我们不能现在立刻出门旅行，但可以先为旅行准备着一门新语言。无论你是零基础还是想向专业化迈进， Babbel 这一款着眼于实用性的语言学习工具都可以全面满足进修需求。 Babbel 支持14种主流语言课程，其中热门的有西班牙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俄语。正式学习之前， Babbel 会先询问你的需求、语言场景和每天可学习的时间，然后因材施教。对于课程的分类也是非常的详细，除了可以选择学习不同级别的基础课程外，还可以根据会议、观光、购物等课题分类学习，令大家根据自身的兴趣及利用碎片时间展开语言能力提升。值得一提的是， Babbel 的每一种语言都有 Native Speaker 进行发音校正训练，利用其智能语音识别系统可以做到纠正发音，说得一口地道的外语。如果你热爱旅行，或者为了学习或职业挖掘自己的语言潜能，不妨试试 Babbel， 你会发现外语学习还是件挺好玩的事儿。 Master Class， 和世界顶尖大师们学习新技能。如果有哪一间课堂可以邀请到各领域的超豪华讲师坐镇指导，那就不得不提到 Master Class。 在这里有时尚女魔头安娜·温图尔亲自示范潮流美学，也有世界唯一一个七次获得米其林星级头衔的神厨戈登·拉姆齐教你煎牛排，80多位专家的华丽讲师阵容无人能及。 Master Class 上面有包括写作、摄影、品酒、拍片、篮球、音乐、厨艺、室内设计等45种课程，在屏幕前就可以感受到高规格内容带来的难得学习体验。在知识付费年代，仅需一年180美元就可以学习大师班课程，既能学习一门新手艺，还能和日常遥不可及的行业精英们零距离交流，非常值得。 Coursera 适合所有人的一流学习机会。无论你是想开启新的职业生涯，还是在当前职位上做出改变，借助 Coursera 上的专业证书，你都可以做好工作准备，按照你自己的节奏向顶尖公司和大学学习。通过在线课程可获得证书与学位，培养卓越的技能。 Coursera 与包括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多家大学及谷歌、 IBM 在内的190多家领先公司和大学合作，提供从编码到心理学的所有课程和计划。数百种课程是免费的，而付费课程则包含其他动手项目和测验，并在结业时颁发证书。在这里您可以学到如商业分析、图形设计等专业，也可以为 IT、AI 和云工程等高需求领域的职业生涯做好规划，还可以从商务、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一流大学获得证书或学位，更能够通过按需培训和发展计划提升组织技能。现在就开始观看来自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个人发展、物理科学与工程及更多高等院校和公司的讲师们授课的讲座吧。希望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些在线课程可以让大家疫情过后来个华丽的转身。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订阅魅力中国中文电视或订阅 YouTube 频道 Charming China。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 idea 想要与我们分享，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魅力世界和我们保持互动。感谢收看，下期不见不散。